亮秀青楼特蛋队友们，大家周末好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今天是1月31号，明天就是2月1号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进行选龙练习，然后重点还是给大家讲一个思路啊。这里面要强调，设计案例不为荐股，如有实盘，盈亏自负啊。在这个股市里面。只能靠自己，因为上了战场，面对着敌人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开枪，什么时候撤退，必须要自己来把握，不可能靠别人，对不对？指挥官只能指引一个大的方向，把控一个局面，整体的局势。指挥官只能提醒大家我们什么时候进攻，什么时候撤退，但是什么时候开枪，在上了战场，什么时候开枪，什么时候出刺刀，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，逃跑，那要必须要根据情况的啊，必须自己来决定，不能依靠别人。所以要想实盘，必须要掌握相关的技能，必须达到一定的境界。那么我今天晚上还有个任务，我就是要把我们梳理一下，我们量学可以像围棋一下分段，和这个悟道的五个境界相匹配。应该说这个领悟入门，什么样叫做入门呢？应该说入门就是一段的水平，新手的水平必须精通量柱擒涨停。我的初步的想法，必须精通量柱擒涨停。如果量柱擒涨停都没有能够精通的话，那其他的一切很难。量柱两个方面，本身来到股市做股票，首先要解决选股的问题，而我们选股的核心标准就是量柱知识，量柱选股，点柱成金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学习量学的其他的内容，就是我们实际上量学就是三维，量柱、量线、量波，也就是说量线、量波必须在量柱的基础之上才能学习，不然的话那就是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入门，不要看是入门，这个入门不是一般的入门，必须要精通量柱。但是现实呢，我们好多人对量柱有没有理解啊？我们好多人对量柱根本门都不门，根本门都不门。所以说我希望门都不门的新队员，量柱擒涨停给我反复去看，要干什么？要等懂最基本的涨跌预判，要懂这个真假涨跌，对吧？要懂庄性的强弱，对吧？这些要懂庄家的最基本的操盘的手法，操盘的思路，这就是我们学习量柱擒涨停应该把握的最基本的内容。当把这些内容真是精通了，那个时候我们仅仅属于新手，属于量学一段的水平。但是这个一段的水平如果真正的精通了量柱擒涨停，可不可以实战呢？就可以小试牛刀，可以小试牛刀。就我的前提条件是你真正精通了量柱擒涨停，那么你就可以。为什么？你股票选得好，其他方面有时候就有点可以弥补了，只要你股票真正选得好，那么可以小试牛刀，记住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见物入场。第二个是见物入场啊。那么入场应该是什么个标准呢？应该是精通量线捉涨停。这个就属于好手了。如果大家量线捉涨停能够精通了，跟这个量柱选股、量线选价一结合，我们就能够基本上做到实时的进退，关键的进出点位我们都能够把握清楚。
所以呢，希望大家用心去好好去学习。我们这一期就是量线，我努力让大家对这个量线这个进退标准更深入、更怎么样到位。哎，但是我今天我还讲了，今天早上起来录制，昨天备好课，录的三项规律，录好了以后我感觉不满意啊，感觉还不是很透，我还要跟大家再重新录制一遍啊，重新录制一遍。大家看了有不清楚的，尽管在群里交流，我有时候会关注群里，看到大家的交流，我会了解大家情况，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面留言。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大家和我互动的工具，你们给我留言了，我知道哪些东西大家掌握了，哪些东西大家还比较迷惑、比较困惑，那么我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有针对性的，尽可能的有针对性跟大家交流。所以说若长的要求就是要精通量线追涨停，好吧，精通量线追涨停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结合这个盘面给大家进行交流。所以要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来到股市里面，来到战场上，我们是不是靠着雕虫小技啊，是不是靠着一星半点的知识呀？哎，仅仅靠一星半点的知识，一叶障目，很容易吃亏上当，很容易做错股票，很容易亏钱。哎，学习量学一定要把关键的知识学到位了，我们才可以进入实战状态。所以狼行千里吃肉的精神，古画千图淘金的这个异类，需要我们大家去努力去做到。我现在看到我们好多队员都在画图，这就对了。学习量学学到最后，如果自己不会画图的，那你永远领会不到量学的精准神奇的境界。哎，那种快乐的境界你是感悟不到的，如果自己不会画图。好，今天我说到量线，我把我老早就给大家总结的三线战法六精绝，三线战法六精绝，实际上它是我对量线知识，尤其是三线战法的灵魂的把握，关键点的把握。大阴大阳找穴位，是不是找强平衡啊？要大家要找，哎，做股票的时候要抓关键，不要整天盯着小阴小阳去买进进出出，那样很难。我们要抓关键，抓大阴大阳，就是阴强平衡、阳强平衡，找这身上的攻防点，穴位就是我们的攻防线。大阴大阳找穴位，高量顶底是关键。这个高量柱它是一个战略柱，可以是阶段性的高量柱，也可以是短期的高量柱，所以可以是摆高柱。他们的顶和底，记住用词，是关键，是战略位置，战略的攻防线。所以大家在研究盘前三线的时候，你别把这个高量顶底给我忘记了。水平方向当前最近的水平方向的，对啊，当前最近的左侧的水平方向的，对吧，那一根高量柱的顶底，大家一定不要忘记，一定不要忘记。背量王牌设攻防，背量柱王牌柱设攻防。大家看我这里是不是我们量线的七大穴位，针针没有，这里没有啊，针有的时候跟大阴大阳结合起来，针甲没有，高大王背加上一个风，是不是？实际上我这里就是抓住一个大高背王，背王是吧，真假高大王背，哎，高大王背，高大王背。好，然后呢平斜交叉来定位。嘿，有的前面讲的都是平衡线，而这里讲的是斜横线，就是重要的平衡线和斜横线有时候相结合，那么来定位。线上插上中大阳，插下中大阴，这就是抓关键，注定选股限定价，看到没有，始终是把量柱放在第一位。哎，
注定选股限定价量限是来定价格，就是来帮我们搞清楚什么价位能进，什么时候价位能退。哎，站稳了什么价位应该进，站稳了跌破了什么价位我们就要止损，这就是进退有据的核心，量线定价，量不失时定进退。这个量不是最后扣动扳机，是入货还是入货还是逃跑，这就量不最后关键时候定进退。所以量要不要懂啊，这是三维一体，量柱选股，量线选价，量不选时的这个核心的浓缩。但是这个知识大家要不要会，量不知识那是要到三段的水平啊，三段的水平就是说当量柱量线已经精通之后，必须去学量波啊，去学量波，这样才能真正的进入更高段位啊，才是更高水平啊，那个一开枪就很准，一买就涨，一卖就跌，而不是我们现在一卖就涨，一买就跌，对吧？我们有的这样。好，这是我刚才是把我们三线战法的核心要领给大家简单 说一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选股的思路，这个是第一个量学养龙选龙擒龙三方向，这个是铁打不变的，铁打不变的。所以我们要想在股市里面长久生存、长久发展的每一个队员，必须第一个要对大盘的分向清楚。哎，一看大盘分向，大盘的分向一个是帮助我们控制风险，把握机会，看短期的强弱，或看它的整个的是强还是弱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帮助我们控制仓位。第三个呢，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联动去预判风口日点会是什么。所以第二个是看风口日点，哎，风口日点。那么在大盘大跌的时候，大家说要不要急于折盘呢？在大盘跌破重要的拐点的位置的时候，大家说要不要急于折盘呢？是控制风险重要还是赚钱重要呢？大家给我互动一下，在大盘大跌的时候，大家说是急于赚钱重要还是控制风险重要？哎，现实是我们好多人要么就是不懂大盘分析，就是看不懂大盘的分向，所以啊每天是急于折盘，急于折盘，我都给急死了。哎，作为这个队长都紧张的要命。为什么？我就看到有一些新队员，哎，我在这提示风险大盘要大跌，可是有的队新队员在那块，哎呦，买这个票怎么样，那个票怎么样，还在那个地方着急的要折盘。大家说，哎，那么这个没有达到量学三段以上的水平，可不可以？是不可以。所以在大盘风险大的时候，我们要先保命，而不是急于参战、急于赚钱，这个一定要领会。好，第二看风口日点有没有，哎，跟上风口日点，然后呢，跟上风口日点的龙头，我们才能够吃上肉，才能够搭上顺风车，是不是啊？才能够去观光，就坐在缆车上欣赏美丽的风景。否则的话，什么呀？狂风大作的时候，哎，那个缆车弄不好也要失控掉的，对不对啊？那要摔下去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性命就没了，可能就不是丢掉性命，就是断胳膊的缺腿的，是不是啊？要高度伤残，所以一定要在要来到，只要我们是长远的希望在股市里面发展的，第一个要看清大盘的风向，第二个呢要搞清楚风口日点，第三个呢才是看我们的涨停趋势，对不对？哎，涨停趋势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来结合我们当前的盘面，大盘这个里面大家看就用到了我们量柱帮我们研判该涨还是该跌，
那么而量性知识呢，就帮我们在关键节点的时候去怎么应对。好，大家现在我再给大家讲，这个时候我们这是一个王牌柱，是一个元帅柱，对吧？是一个元帅柱，这个元帅柱是高质量的元帅柱，但是呢大家看到了是吧，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组测2015年12月28日一个大阴，大阴它的极点实顶就是3635点，它既可以是单根架柱的实顶，它是极点，先实后虚。哎，我们讲的极点是先实后虚。好，我们这个大阴实顶，它既是单根架柱的实顶，它同时又是波段的实顶，所以它是什么位置啊？它是极点位置，它是焦点位置，它也是拐点位置，或者说啊，焦点不够贴切，那么它是极点位置、极点及拐点。我们当遇到这种位置的时候，当上方遇到了极点位置，大家说常态是该跌还是该涨？哎，大家必须就是把这个思维搞清楚，常态该跌还是该涨？哎，常态就是该跌。对了，向上遇到了极点强的压力位、天花板，它常态就应该是下跌。只有在该跌不跌的情况之下，它怎么样啊？拐点有反向拐点，那么该跌因为它是压力位，它是反向拐点，就应该从上涨转为下跌。如果一旦是该跌不跌，掉头向上的话，这个就叫加速拐点。在这种关键的位置，该跌不跌上涨，往往就是大涨。而反过来呢，在这种关键位置不跌的话，不涨的话，一旦下跌就是大跌。这个就是给大家复习一下这个量，这就是量性知识。所以要不要结合呀？要不要结合呀？哎，我们好多队员没有学习这方面，没有精通量性知识，是不是经常追在这个位置啊？我们好多队员做股票的，以前做股票，包括我自己，一不小心，哎，看着这样量价追建构好，然后就追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追在这个位置？就没有想到，哦，这个阻测还有几点，还有关键的架柱的压力位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反思一下，是不是？一定记住这个启发，就是一定要向左看，一定要注意向左看，好吧？好，这是前边的。好，结果这个地方主动下跌，一路大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四连阴之后到了这个位置，大家说能不能跌了？还能不能跌了？连阴加长腿，非常有意思，这行情非常有意思。大家看，大家看星期五的时候，它的最低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的星期五的最低点，掌握知识。它不仅，大家请看，大家请看，所以大阴大阳找穴位，我们书上讲的是极点，那么这个二阴位应该属于什么点呢？它实际上是短线的拐点，大家看到吗？它又是短线的，像一个对于这根大阳的拐点，二阴位就是大阴大阳的拐点，能明白吗？能明白吗？就是说你这个大阳的二阴位跌破了，它是不是叫加速下跌呀？如果你这二阴位正常常态应该涨还是跌？对，我这样给大家问，遇到了从上往下遇到了阳关道，常态是该涨还是该跌？常态是该涨还是该跌？对了，常态呢它应该是上涨
回升，哎，回升。如果该涨不涨，那就要防止它继续大跌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晃左，大家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大阴，是不是大阴啊？哎，大阴实体，它也是3446点，看到没有？量学的动态平衡，量线的精华，量线的精彩，就在这里得到精准的体现。看到没有？精准的体现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星期五的最低点，踩着阳关道，踩着左侧的关键的封顶线，大阴实体平衡线。哎，所以说大阴大阳找穴位，看到没？这就是大阴大阳找穴位。所以这个踩的好不好呀？踩的非常精彩，踩的非常精彩。所以这个踩的点位给大家分析了，哎，这个踩的点位非常非常漂亮，对吧？好，又有队员就问了，哎，我刚才讲的知识，大阴大阳找穴位，对吧？为什么不是3452点？你还在这纠结这个大还是这个大呀，对吧？嘿，所以说我讲的知识，看这么一点点的知识，还是没理解，对不对？抓关键，你抓关键，你这个小他相比跟他比哪个重要啊？为什么不是3458点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最关键的，这是大。哎，这是大，这是阴强平衡，是不是阴强平衡啊？哎，所以你是22期没学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22期没学高峰？你肯定没学22期的课程内容。所以这就是主找关键的平衡，最低点踩着阳关道，踩着左分顶。好，好，大家再看，很有意思的，我刚刚给大家举的我。这个周末给大家的量线课程的3项规律用的就是我们大盘的案例，大家看这个点位是多少，大家记得吗？这个点位是3457点。这个3457点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这个左侧，我们前期是不是有一个3456点？3456点精准封顶线，有三个位置，我这个图呢我是放大给大家看，有一处左侧，还有两处，它就是三个峰都是3456点。大家说这三个封顶重不重要啊？三个封顶它是几点，是不是几点？它同时又是精准封顶线，它又是焦点，同时它是不是拐点呢？它又是拐点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本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在12月31号这一天，到了精准封顶线，到了焦点拐这个位置，它应该是掉头向下的，结果这个地方该跌不跌，突破了这个封顶线，所以这里就变成了反向拐点，就是加速的拐点。加速拐点突破以后，精准回踩。刚才讲了3456点，这个最低点是3457点，所以这个不就是我们量学的拐点位置过峰保顶吗？就是精彩的过峰保顶的位置。大家想一想，所以大家想一想，当前的位置重不重要？当前的位置重不重要？大家说要性。如果这个按照这种走势好，从因为我们左侧它是一个精准封顶线，对吧？精准封顶线在这儿形成是一个加速的拐点，那么下来了，正常情况下常态，大家说这个位置是该涨还是该跌？哎，我们用标准来，我们不要去听消息，听消息行不行啊？哎，谁的哥说
我们以前历史上该跌的时候，总理出来讲话有没有用？总理出来讲话，他照跌不误，是不是？哎，该跌的时候他还是跌，对不对？该跌的时候还是跌。真正牛市的时候，哎，那管理层打压有没有用啊？他打压了，这是短期效果，他还是要惯性的上涨，是不是惯性的上涨？所以，通过这么，我们只要一柱一线，只要亮柱，只要亮线，对吧？大家看这个，现在这是左侧，好，我给大家看清楚一点，还是用一下，用一下我们的软件，哈，软件给大家缩图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一个分顶，两个分顶，三个分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一条三四五六点，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，是不是顶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线呢？这个平衡线意味着什么？这个下方，这个下方，哎，这个下方，这个下方，全是主力的什么？是主力的多方主力的堡垒，是不是多方主力资金的成本线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成本线？这个关键的核心。所以，哎，一个顶，两个顶，三个顶，这个应不应该支撑得住上涨啊？这么强大的三个顶，应不应该支撑上涨啊？应不应该支撑上涨啊？啊？大家说呢？是不是？理论上应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理论上应该？对呢，常态。要不要悲观呢？常态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应该要上涨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个常态是上涨，变态呢？这就涉及到，大家说当前的位置是守在什么位置？它是极点位置，对吧？什么叫极点位置啊？哎，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软件上来，现在大家清楚了啊。哎哎，一跌的时候就悲观，对吧？这是传统理论，是不是？一跌的时候就悲观，这是传统理论啊。那么现在知道了，一二三四连阴长腿踩线，是不是波段的极点？而且是长长的下影线，这个是极点位置。同时呢，我们这个位置是不是焦点位置？是不是极点和焦点的位置？是不是拐点的位置？是不是拐点的位置？对，所以再怎么跌，经过这么样分析，大家说，后面再如何下跌，只要不破什么底线，咱们就不怕。只要不破什么底线，咱们就不怕。大家说，哎，只要不是有效跌破分顶线，是不是？三四五六点这个分顶线，只要不跟我有效跌破，那么盘中可不可以再打三四四六点呢？可不可以再打三四四六点呢？可以，对的，你再打三四四六点没事。因为有的时候怎么样啊，我们跌要跌过跌什么，跌破底，涨要涨过头，跌要跌破底，那么但是能不能有效跌破三四五六点呢？哎，你一天，哪怕一天，哎，你来个一天时间，好，跟我跌到三四四六点，但是能不能三日跌破呀？能不能三日跌破呀？哎，你没有极端情况下，你就不能三日跌破，很快要给我收复这个三四五六点，我这样讲清楚吗？对不对？必须要很快，三日之内，不能三日跌破，不能三日跌破。必须给我收复，这是个大盘。最后呢，最好是什么？
三十能够回踩三十五六点，最好的走势是回踩三十五六点再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拐点位置，还有一个拐点位置，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大阳，大阳大阴大阳的极点很重要。大阴大阳的极点是什么？大阴大阳的极点是什么？单根架柱的最高最低点，或者实顶或者实底。我们在这一波行情当中，这个是顶天立地，它是过峰的，这个过峰是过傲江峰峰顶的，过峰顶的一根大阳柱。因此说它的实顶重不重要？它的实顶太重要了，是3473点，因此以它作为灯塔线。那么也就是说收盘盘中可以打3446点，可以打3456点，但是收盘你最好跟我回到3473点之上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记住，一旦这个位置守稳了，出现次阳，甚至是出现卧底王牌，大家说后市行情怎么样？一旦出现漂亮的次阳，金次阳挂一位，或者说出现卧底矮黄金，大家说什么？是不是就形成了顶底互换？是不是就形成了顶底互换，形成了三级飞跃？哎，那后市精不精彩？大家那个行情精不精彩？哎，我们的行情就将很精彩。然后呢，反过来说，万一，哎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万一这个地方跌破了呢，向下呢？啊，万一这个地方向下呢？哎，是不是这种位置，一旦这种位置还下跌的，那不是大阳底喽？你这底可能都保不住喽，那就是加速的下跌。这种情况之下，风险大还是小啊？风险大还是小啊？哎，那就是风险的大大的，风险的大大的。那我们新大家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急于赚钱呢？还要不要急于要招龙盘票啊？我都不敢做了，是不是？我都不敢做了，还让我再带你们做，我敢不敢呀？对不对啊？那弄不好我把我的队员全部给被绞杀了，那还了得？那我这个队长就不要做了，是不是？那我的队员全部也没命了，叫这个蛮干的话，是不是？千万别蛮干，不够鬼门关，千万别蛮干。所以我今天把大盘分析到这个样子，大家清不清楚啊？我把大盘分析到这样子，大家清不清楚啊？对了，这个位置不能跌了，保顶成功了，我们有的是好机会，是不是？一旦这个地方过峰保顶成功了，哎，我们有的是好机会，我们也有红包过年，过年之后还要大展宏图，对吧？还要大展宏图。但是一旦这个位置跌下去了呢，咱们就不着急，对不对？咱们就等它跌到位的机会。哎，对，关键是我们要控制好这个下跌的风险，对吧？所以23期第一课就给大家讲，要九阴真经以退为进，首先要躲过大跌，然后呢我们才找那种坑傲拐的机会。哎，坑傲拐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明白没有？哎，必须大方向大思路，要有大格局。哎，大格局要清楚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再来进行下面的工作。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方向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量线知识？就用到了量柱量线知识综合的研判，
是吧？综合的研判，这里呢是量柱，它是加速，目前还是阴强，目前是阴强，阴强的时候原则上不着急，我们要等到怎么样啊？阳强出现，助长基因，真正的助长基因出现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基因饲养过二一位啊？因为这个大阴的鬼门关就是短期的一个拐点，正常情况下我们由下向上，大家说遇到这个鬼门关是应该下还是应该上啊？我们由下现在在上涨的时候遇到鬼门关常态是什么？对，常态还是跌，一旦该跌不跌，突破鬼门关的时候，这个就相当于短线的拐点到来，如果鬼门关不过短期的下跌的趋势保持，一旦突破鬼门关就表示短期的拐点转向的机会可能就来了啊，就是这么意思，清楚了没有？这样清楚了我们再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下面的逻辑分析。在这种情况下大盘要涨的话，大家说谁涨啊？高位的股票还都不涨不涨啊？现在是分化，是高位的票，原则上尤其是短线的高位的票，大家要注意风险，要短线的那种基金重仓股啊，那种大牛股除外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证券股跌的机会是不是更多啊？我们通过三仙规律的学习告诉我们，我们主力庄家干什么？都是低买高卖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是从低位拿筹码，会不会到高位就抢筹码呀？基本上不会到高位就抢筹码。好，我们又要看着我们的证券股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看我们的证券股啊？证券股到这个位置了，大家看证券股到这个位置了，你这个真底是不是在这里？是不是极点呢？极点，不断的极点，真底在这儿，然后连阴下跌。好，这个呢，王牌的地，所以长阴加长腿，在这个位置，是不是证券如果具不回升的条件呢？具不上涨的条件呢？证券板块到这儿，常态的应该是回升，对不对？常态应该是回升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要看它的表现，对吧？就要看它的表现。好，这是证券板，所以是重点板块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的，保险呢？所以这个行情的风险啊，有时候是能看出来的。保险板块我们没有多久研究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一般我也不做保险板块。这个是分顶，这个是极点，是不是极点调整到这个位置呢？这个波段的二一位，基本上是这个波段的二一位都没有过去，是不是常态看跌呀？常态就看跌，这个保险板块走出了撤盈退沪退的节奏，是不是？保险板块不好，但是已经到了这个极点位置，是不是到了这个极点位置啊？到了这个极点位置，常态应该要反弹，是不是？常态应该要反弹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而且下跌是阴梯量了，下跌出现阴梯量，所以这个位置短期也是超跌，具备反抽的条件，对不对？具备反抽的条件。好，多元金融呢？这个家伙就不用说了，超不超跌？大家说超不超跌？这种就是超跌的，对吧？但是要走一号龙里面的。啊，银行呢？我发现现在银行是最强，大家看到没有啊？银行指数是最强啊，所以大盘被这个银行有点绑架了，是不是啊？大家这么说，我们不管啊，这个银行里面稳健的也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大家看，确实啊，银行整个走势还不错。好，这个一般
这个一般，无锡银行，有一些银行还可以哈，有这些银行还可以。好，这个一般我们不做，但是稳健一点可以考虑。好，这是一个思路，就是大金融。那么近期的怎么找日点，怎么看日点，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近期反复活跃的板块。哎，近期反复活跃的板块，它一般都会比较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找出来看它的量价关系。但是煤炭怎么样啊？哎，这个煤炭走的就不咋的嘞，是不是不咋的？我看看这个往下调一调。哦，还行，还行啊，还行。我来看一下，还行，看到没有？像这种板块，煤炭板块，它这么一涨，是不是也是到了极点位置啊？上去极点过不去，下跌；上去过不去，下跌。现在是不是也是到顶底互换的时候？也到顶底互换，只是没有那么标准，对吧？不是那么非常的精准。我们看看收盘587，对不对？这地方是不是587呀？左阴实体，对不对？左阴实体。好，最低点呢583，这个呢584。是不是584差不多？那么也就是说，它这也是一个过分保底，就看能不能突破，怎么样啊？能不能突破这个鬼门关？能不能形成反向拐点？对吧？能不能形成反向拐点？好不好？哎，一旦出现反向拐点了，煤炭当中的有一些个股是不是就可以关注了？哎，煤炭当中的有些个股就可以关注了，哎，这个家伙怎么还有点小意思啊？但是大家注意极点，对吧？是不是极点？是不是极点？那么这个位置就看它能不能形成加速。这个王牌就是很漂亮的，是不是价升量缩？价升量缩。但是别仅看这个有拐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拐点？这个阴实顶左分是在这里，大家看，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小的傲尖峰，是不是一个傲尖峰？7.1，7.1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，啊，超跌不是买入的理由，一阳看二阳跟，戳傲是王道啊！好，大家看到没有啊？所以这只股票是不是到了极点？是不是到了极点？这个位置，这只股票我们放若研究，这个票一看就可以放若研究，对不对？这个票就看这个地方是拐点位置，是向上还是向下？向下是常态，应该出现短线的调整。但是如果调整回踩黄金线之后再起来，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这是其一，其二，如果它向上呢？如果向上呢？如果向上呢？向上就形成了什么？向上是不是就形成了加速的拐点呢？对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量波了，是不是要看量波？这只股票是这个，我来看一看啊。对的，近期的成交量也是一个前期的牛股，然后下跌的也比较充分，底部也是基本上形成了两个凹，对吧？这个地方有个极点，大家就用了知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是一个凹，这是两个凹，这也是形成了凹了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就正好看到了，就是这么一个思路。哎，好，我们这只股票金能科技，对不对？金能科技这个趋势没有改变，但是顶部出现九阴真经的信号。对不对？这个阳关道跌破了，这个现在是高量底，这个底不能有效跌破，是不是？按照常态，这个地方应该回升，但是不过这个阳关道，我们就要小心，哎，我们就要边走边看。这个已经是高位的票啊，是我们前期的事情，作为一个波段的研究的品种，金能科技啊，还可以适当的跟踪啊，适当按照这个战略的位置。它应该没有结束，
从战略性的看，它应该没有结束。好，这是一个思路啊，这是一个思路给大家。其他的大家到时候我们再看。另外一个呢，大家看有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色？哇，这个有色金属一看，是不是见顶了？目前看有可能是 M 头了，是不是 M 吗？一个下上下，是不是极点没过？还，但是呢，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哎下方？是不是下方？下方形成一个谷底线，这个谷底线又是阶段性的不断的极点，极点及拐点，常态应该回升，是不是常态应该回升啊？常态应该回升，如果该回升不回升呢？该回升不回升呢？好，是不是这个位置就干什么？就要加速的下跌，哎，所以说这个也是处于拐点的位置。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跟踪看一看？哎，跟踪看一看，应该近期有色也是一个重要的板块，大盘要上涨，有色也要看。所以这里面从目前来说，这里面的阴阳对比，这里的阴阳对比，大家说谁强谁弱？谁强谁弱？这个阴有没有干掉阳？它没有干掉阳，对不对？整体来说还是阳强，是不是阳强？哎，所以我们有色板块是不是要注意啊？有色板块就要注意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个家伙太坏了啊！这个家伙太坏了，直接来个一字板，就和盛股份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跟踪，可以跟踪，但是它这个小奥啊，形成了小奥，大奥还不漂亮。和盛，那么看到我们的盛和资源没有？盛和资源这个大龙头有没有见顶啊？盛和资源这个大龙头目前来说有没有见顶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说没见顶啊？大家看到没有啊？这个高量柱在这儿，高量有没有破？然后呢，高位的大阳，阳强平衡，这个阳强平衡的底有没有破？有没有破呀？哎，它还没有明显的破，对不对？仅仅是在这一天破了阳关道，对吧？仅仅在这一天破了阳关道，但是星期五的时候它又站上了，收复了阳关道，所以就是在这一天出现了一个九阴真经的信号，对吧？出现一个九阴真经信号，但是我们就关键的高量柱，高量顶有没有破啊？所以高量柱的极点，高量柱的极点大家必须把它搞清楚。所以这个龙头我们跟踪，对吧？这只股票太标准了，这个黄金梯太标准，这就是牛票龙头票。这个严格意义是应该是什么龙呢？我没跟大家去归纳，这就是我们的二号龙，对吧？二号龙是比较稳健的，是二号龙，不是奔月龙。奔月龙是三号龙，对吧？三号龙更强悍，二号龙是偏向稳健的，对不对？偏向稳健的。好，这个是盛和资源，大家做一个分项标，我们做一个分项标去研究去关注，好不好？哎，去研究去关注。所以这里面我们到时候综合就看啊，综合就看，就看，去选一选。我们可以选择底部的，对不对？也可以选择啊，大家像这些票，可不可以跟踪啊？可不可以跟踪啊？稳健的就选这种底部的，对吧？非常好票不少。
大师兄，哎，大师兄啊，厉害！好，所以这只股票可不可以跟踪啊？我觉得也可以跟踪，对吧？这就是近期有涨停板的，看到吗？已经有阳强平衡的，大家结合起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结合起来，我们来看一看。这个很棒啊，就明白这个思路没有啊？明白这个思路没有啊？大家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根据大盘的表现，我们在这些相应的板块里面去寻找个股，然后呢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跟上，就进退标准搞清楚啊，进退标准几点交点拐点。量线的知识里面，我讲了，我们量柱的灵魂是三仙规律，而量线的灵魂就是三项规律，三项规律，因为它可以指单根加柱的极点，对吧？也可以指我们这个波段的极点，把这些知识极点、交点、拐点这个知识用到位了，该涨不涨怎么办？该跌不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么就结合起来就非常的精彩，好吧？啊，原则上不要问我票，哎，原则上这个不要问我票，大家自己看，是不是啊？大家自己看，啊，这个就有点不好，对吧？走的就有点不好，啊，为什么？这个高量就给它跌破了，然后这个呢，真底已经降低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收盘价7.4块啊，这个收盘价已经7.4块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地方该涨不涨，跌破谷底线。这个就有点不好，好吧，有点不好。但是我们要看，再往下面看呢，哦，有可能主分的支撑，所以这个票还会有反复，真底没有抬高，就不是优选啊，不是优选，好吧？好，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大家想这个思路，我们刚才的有色煤炭，它是上升趋势的。对不对？上升趋势没有改变的，那么证券是超跌的，在我们题材当中，大家再看，大家再看，这个通信设备，大家说怎么样？哎，又是超跌的了，是不是又超跌的了？哎，这个超跌的，是不是也到了左侧的极点位置啊？基本上也到了极点的位置，而且这种连阴的杀跌，对不对？连阴的杀跌，它跟5G 是相关联的，所以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找一找股票啊？哎，这里面看有的股票上升的，像这些股票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些股票就是趋势没有改变的，对吧？688开头的是科创板。趋势没有改变的就可以盯着做波段啊。那么东软、怡远通信，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注意一下，就是超跌的板块里面，超跌的板块里面典型的我们的几只票：东信和平，前期的龙头品种，东信和平，对吧？东信和平，那么可不可以跟踪啊？我觉得可以跟踪。可以跟踪是不是代表马上就买啊？不是马上就买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看这个位置能不能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能不能起来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些网红经济，啊，这也是超跌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也是超跌的，网络游戏。这些票一般网络游戏也是超跌的，对不对？也是超跌的啊。这个文投控股，对，文投控股这种超跌票呢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种一号龙呢很难，一定就是龙头，一号龙的龙头很少很少，但是这种都是超跌的品种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种是超跌的品种，就是我们操作的难度有点大啊，只有我们真正的三段的水平以上的才可以做，好不好？
这个我们还是找那个底部比较扎实比较好。这种票按照阴阳对比啊、阴阳对比开始，仅仅是开始走强，两个奥底，对不对？两个奥底啊。保明师兄很棒，哎，保明师兄，那你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，对不对？你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，你当然应该是很牛很牛了啊！但是我的预判也没错，我们的及时预判，对不对？3635点高点，我们就是3635点是高地，最高到3537点啊，这个量学的精准度应该是非常好的。啊，量学的精准度非常好的。好，这里就是祥源文化，看到吗？祥源文化它就是也是超跌的品种，它就是一号龙，但是这不是非常牛的品种啊，不是非常牛，它也是量放的非常之高，然后到了左侧这个位置，看到没有？到了左侧的这个极点的位置，常态应该干什么？常态要防跌，而且这个是放了一个高量的，对不对？放了一个发烧柱，如果这个地方该跌不跌呢？该跌不跌，这只股票就要成龙了，是不是？这里面要跟踪啊，这里面要跟踪，哎，这就是下跌超跌的品种，这只股票不排除成龙的可能性，但是必须把这个高量定性之后。所以这种票1234，哎呀，我选票都不敢选进去，我要选进去就怕有的队员新队员上来就闭着眼睛去买，对不对？但是作为跟踪品种，对不对啊？作为跟踪品种，是不是可以跟踪啊？是不是可以跟踪啊？哎，就是要看这种票能不能，它就是超跌起来的，我们可以跟踪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是祥源文化啊，祥源文化，大家可以跟踪，对，就是这么找，这么选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看看，越秀金控啊，越秀金控，越秀金控，啊，这是一只，也是一只超跌的品种，对吧？一只超跌品种，历史上的一只牛股，啊，但是这种票呢？还是要边走边看哈，还是要边走边看，哎，这个封顶没有过，边走边看，好不好？底部还不是非常的扎实啊。好，这就是给大家讲的一个。再看看还有谁，比如说这个软件服务，大家看没？刚才看过了啊，软件服务也是一个超跌的品种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超跌的品种，好吗？好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大家想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平时选股的一个思路，先看一下大盘，看看大盘当前关口是如何，哎，目前面临拐点位置，做好两手准备，两手准备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预判这些板块，对不对？预判板块，旅游我基本上不看的，旅游板块基本上被这个中国中兔给这个绑架了，对吧？就旅游板块本身板块指数也很小，哎，这里面少数的都是超跌的品种，是不是超跌的品种啊？哎，这种票能不能跟踪啊？能跟踪，是不是能跟踪？这个西安旅游，西安旅游它是超跌的，它是可以适当跟踪的，对不对？底部一个过分缩量缩量缩量，这只股票。还可以适当，只有要跟，记住就跟龙头，要跟就跟龙头。那么西安旅游和西安饮食，我你肯定是西安旅游好，对吧？肯定是西安旅游好。哎，你这个不能说去抓这个西安饮食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抓，既然这个时候就要抓西安旅游，西安饮食，对不对？西安饮食。西安旅游，这个相比较一般性啊，要跟就跟龙一，好吗？哎，好吗？就是这样一个思路。电影一般性，
现在电影还行吗？这个疫情期间谁还跑电影院去看电影啊？是不是？如果按照这种推断的话，根本就不行。哎，想都不要想，没有想象空间的，是不是没有想象空间？好吧 ，IP 变现，哎 ，IP 变现与相关联的都是新科技，是不是新科技的概念？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先给大家就是交流这个思路，好不好？哎，交流大的方向，大的思路。我们目前来说，稳一点的重点是关注谁？重点的是关注金融，哎，跟资源，稳稳的，先稳稳的，好不好？先稳稳的。然后呢，确定性机会来了，确定性好的机会我们再把握。刚才那个网络游戏里面我们适当的跟踪，化工也是可以的，化工近期一直是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化工，对，这就是近期一直活跃的，但是板块指数是高位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板块指数是高位上升趋势，但是里面个股里面是次新，看到没？次新我一般不给大家讲，因为盘子太小了，不具实战性。哎，我们大家的资金都跑这些地方去，那有点太赌博了啊！一般我不讲这个次新。哎，疏远井绳，这个有队员请哪了？这只股票从这个主标呢，短线的，也就是上周五是最佳的，到了拐点位置，是不是到了拐点位置啊？这个还是，我看不出非常强，但是是可以跟踪的，对不对？是可以跟踪的这一只票，周向、月向，啊，周向、月向可以哦。啊，就是做一波段的品种，看看首先看能不能迅速过峰，迅速过峰就强了啊！这个是缩量，一旦能够过峰，强势过峰啊！最高量是在哪？最高量是在这边，这边是高量柱，看到没有？大家一定要把一只股票的高量顶底给我画出来，给我画出来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是高量顶底，7.73块，啊，大家已经到这个区域了，看到了啊，哦，左侧还有高量，大家看到吗？最高量在这儿，我以前画过的，看到没有？7.77块，8.08块，也就是这个节点站上去，8.08块能够站稳的话，还就有戏啊！好，大家看。是不是有意思？量线知识是不是太有意思了？量线知识是不是太有意思了？什么有意思？我们刚才左侧的8.08块是白日高量顶，是不是在这些位置上就得到体现了？一个白日高量顶的实顶，或者是虚顶，我没画啊，就是白日高量柱的顶，它没有过就回落，没有过。回落，但是如果这一波过了呢，作为波段的品种，好不好？疏远井绳作为波段的品种，一旦过了白日高量顶，就有波段的向好的可能。好，这是一个疏远井绳。同德化工，同德化工趋势未改，一字板，这就一字板。西大门，这种都是短线的啊，这个西大门都是短线的，盘子太小了，看到没？盘子太小，我就不敢跟大家多讲，大家自己看得懂的量学高手在操盘，好不好？作为稳健的队员，这些股票就不要去关注了啊，不要关注这些票。卫星石化，这种就是波段的，大家有耐心。平时是不温不火的，不温不火的，涨涨跌跌，涨涨跌跌，你有耐心的走步的，没有耐心的话就看戏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亚创势能，中孚，这些底部还不够扎实，看到没有？底部还不够扎实，后劲还看不出来。这个呢，沧州大化也是的，沧州大化也是的，啊。
反复讲缩量很重要。哎，那谷底缩量，拐点位置缩量，啊，拐点位置缩量，师兄。好，这个军政集团是吧？军政集团就前期的大龙头，我们在这一波做的，对吧？这一波做的，这一波有启动，我没有重点讲，因为大盘不好，就还是以控制风险为主。我们的达人就做了啊，我们有一个老队员，都是那个于海成老队员，这一只股票就做了，非常之精彩。这个票呢，短期连续急扬了，我们要等它调整，看它调整之后的表现，好不好？哎，要在调整之后的表，不要去追，涨了这么多，你再去追，一追就坏了。对了，好吧，这个就是这么选股。我这样一个思路有没有？大家清楚没有？好吗？今天给大家讲的选股的思路，从大盘，然后去分析日点，日点呢，结合大盘的涨跌。应该可能出现什么热点，同时另外呢，就是从近期反复活跃的板块当中去观察它的量价关系，去寻找龙头牛股。好，就那么我们今天的选股练习就讲到这里。接下来大家自己选一下，用心选一下，先看大盘，不要着急，一定要大盘确定拐点，哎，出来了，我们确定跌不动了，至少是盘中量波告诉我们，通过盘中的量波在关键拐点三四五六点只企稳了。对，哎，地产股我忘了讲了，对，地产股也是啊，880482地产股也是超跌，就是这种超跌的品种跌到极点位置，看到没有，是不是跌到极点位置啊？那么我们前期的一些地产龙头股，哎，可以继续去跟踪，啊，继续跟踪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的，包括600185格力地产，我们都要跟踪它的表现。对，它这个连续缩量下跌，你是不是缩量住，缩到极点了，它就会拐点向上，我们就要看这个地方，这个最低点。啊，这个是5.81，这个是5.8啊，已经跌到这个是5.81啊，跌到这个底部涨停板，还有左侧高量，看这地方能不能拐头，是不是？要等它出现拐点的啊，这个地方拐点相当于2奥，那但是这个2奥呢，跌幅比较深，我们最好等二阳，或者说盘中确定性是量波强势的阳，哎，就是这是思路。对的，非常好。好，那么时间已经差不多，我们今天的选股练习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